觉得这场比赛就等于，我觉得这场比赛自己发挥的还不错，就是上来调动的比较好，然后在第三局遇到困难，自己也是一分一分在打，然后最后那赢下来，我认为还不错。我感觉这个馆速度有点慢，跟副馆不太一样，就是跟训练馆，自己上来还是有点对不上点，但氛围感觉非常好，那种感觉。第二局看好像是有一点出了一点油分。对，第二局就是自己在发接发有几分处理上就是被队友算住了，然后关键分没处理好。接下来比赛准备下一轮吗？我就是一场赚一场，我一场一场拼。没有想那么多。